给大家看什么叫做无耻大炮。无耻大炮，对，无耻大炮，这么会形容？哎，无耻大炮，让我来看看到底有多无耻。结果会不会第一关就死了、啊？可能会哦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就GG了。不要啦！哎，这个第一关有点母汤哦。哎呦，不优哦。真的有点不优哎，怎么办？我都手转七了，还这样子哦。欸、这就是平民队的痛苦。对，这就是平民队的痛苦，好不好？我要示范给大家看，什么叫做平民队也能过的地狱级，好不好？没问题啊，交给你啊。哎，对，没错。而且这个有什么好处？这个其实转一康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他技能开下去一康其实就可以了，不会死，不会死。我跟你讲，一转的按埃及，上个版本不是一转埃及神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一转埃及神哦，现在除了。暗哀是对目光有克制、欸、现在对目光还有减伤 哦，一转暗哀也是越来越母汤了哦，减伤哎，对，好用。一转的埃及也是越来越 OP 了哈 ，OP 了 OP。有人说以为是雷欧力，对，没有那种东西，没有那种东西。说好的雷欧力呢？本来这边已经跳了，可是场上没有攻击猪哎，这有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啊，说好的平民就要不管怎样都要打过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平民就是怎么样都要打过，真的。哎呦，好，场上没有差一点点，没有攻击猪没关系，我们再转一次，继续磨。可是我想要等有全体再转呢、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第一关怎么都会这么磨啊？好奇怪啊！哎、欸，我转掉了，我转掉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说好的留攻击猪呢？真的、欸，说好的留攻击猪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。怎样？等一下可以在第二回合再爆发一次这样子。OK 啊，没问题。突然觉得这一对好磨哦，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对看起来就是很磨。我可以让他一起打过来，这样子才不会浪费一回合。OK 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来一起打过来，一起打，一起打，哎、欸，不会死，不会死哈。刚刚就有过了哦。对了，刚刚就有过了，刚的确有过了哈。好来 ，OK OK， 怎样？没有，突然觉得你说话怪怪的。好来，这边直接给他开下去了哈，开一支下去。等，我是不想转一康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就是带坏大家啦哈。我还是认真转。职业道德，职业道德，职业道德，职业道德。哎，有没有这样子一支就过了哦？有没有？哇，帅，这个伤害。很猛啊，猛的好不好？到100%了。对，100%了。然后机械族两只以上就有机械特性可以追打。来这边再开一只这个，然后再开一只。然后。嘿。嘿。好，这样子好了。好。OK 啦，这个有没有？又天降一组攻击猪。好、哦，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疼疼的啊。平民队好不好？平民。好来这边我们给他一波炸，因为这边有隐身齁，不过没关系，就炸下去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疼疼的，哎，疼疼的。好来这边一样一波全体送给他齁。对，有人说160万原来是这样用的，平民齁，平民齁，超平民好不好？谁能比我更平民？只有我才能超越我啊。好，三哎、欸，这个位置怎么这么尴尬嘞？尴尬的是哟。这位置太尴尬了，真的。真的有点尴尬哎，怎么办？完全动弹不得。其实这边我跟你说，这边没有关系，我们开一支，一样再开一支。好。好，然后我们，嘿，这样就好了啦。嘿，有没有？还顺便叠到猪是不是？有啊，一只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好痛哦！完全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伤害也是猛啊！有人哎、欸，那个、欸、观众说，等等打亚瑟一 C 哎、欸，要吗？要一康吗？一康吗？一康送给他。好，就一康哦、喔啊，就一康哦、喔啊，就一康哦、喔啊喔。会怕，会怕！在那边偷开龙客。我偷开龙客，至少不是偷开车哈、喔。我宁愿你偷开车。为什么？真的是母汤哎！说好的一 C 呢？偷偷增伤，还好啦，其实增伤也没用，因为他伤害就是固定160万的啊。那你猜干嘛？增其他的伤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一康一康，还不是一样？没有，其实一康真的可以啦，真的没有在跟大家开玩笑好不好？一康有没有？是不是？
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这边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尴尬。有啦有啦，有转好就好了。有差一点点而已。有，而且一波带走，完全没有问题哈。来，王冠。好。好，这边王冠是扣血90，然后附加消除技能重置，然后还会把你四个角落腐蚀掉哈。我看一下这边腐蚀掉，对，这边开一只就好了。其实，好，那、啊、我们尽量把木都消掉，因为等一下王二是木是不能消的。好，这边木，等一下帮我看木跟暗变成什么？我看暗，你看木，暗会变成，暗会变成水，对不对？啊，木还是木吼？木是心，木是心吗？好，木是心，木是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不能消到心，没关系，不能消到心。其实还蛮好转的。对啊。好，就一波送给他了哦。哎呦，平民队，平民队，跟你讲，大炮就是这样子用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只有队长稍微。有刷四肢就是不一样。这个人就是有钱有闲，太无聊。没有闲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背后我跟女将一样，背后培养了一票工具人帮我练的啦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